接下来我们请吴怡丁委员发言。谢谢主席。部长，其实我关心的也是院所的情况，因为大家知道院所的密度非常非常高，所以它的那个传染率是会比外面还要高很多的，那个 rule 可能是五六以上的。所以其实我们担心的不是只有院所它如果快速感染的话，它其实是会影响我们社区的医疗资源，因为我们负压病房一定是一下子就没有办法负荷的了。所以刚刚署长有提到，我们尤其是看守所，因为看守所人的进出的频率更高了，那我们有没有特别，然后看守所的超收率好像也是比一般的寓所还要高，所以我们有没有在看守所有特别更严密的做法？然后刚刚署长有提到说，我们其实进来不管是有没有旅游史、接触史，只要是进新进的都会有隔离14天。那我好奇的是说，那这14天期间，他们还是有放风的时间吗？那他们放风的时间是不是有跟其他的原本已经在里面的隔开？然后还有他们是不是也有佩戴口罩？就是口罩是不是有发送到这些隔离的人员？我是觉得啦，寓所里面口罩不要太吝啬，因为这是就是逼不得已。非常密度非常高的地方，那我们既然大家都距离这么近了，口罩不要吝啬。那我也好奇署长，是不是你们在，因为这次预算真的都没有编，司法部完全没有编预算，那我好奇说部长，你是不是觉得说有需要争取这一部分的预算？谢谢委员的关心啊。事实上我们当初也希望争取一些预算了，不过因为争取的预算，我们提出的金额不是很大，所以就说那你们自己吸收了。太客气了。我们想说好吧，我们就自己吸收，让更多的资源用在其他的防疫方面啦。那我想我们也还是会尽力去做好它了。那委员关系就看守所是不是人犯进出比较频繁啊，要特别的防疫措施。那这一点我会要求看守所啊要特别注意。那事实上看守所人数是不多了，本身是。这种在押的人犯因为是在侦查中和审判中的才会在看守所嘛。那其实他多的都是一些执行的分监加狱分监放在看守所的人。那这些人我们也如果必要时啊，如果他的超收率太高了，必要时我们就让他回到本监去啊，就减少看守所这个人满为患的情形了啊。那以上啊，我想先做这样的说明，如果矫正署这边要更详细的资料，我们愿意来提供。对，然后还有我好奇的是因为我们现在空间已经不够了，那到底怎么做隔离啊？因为 我本身就有一些隔离的设防了啊，但是如果需要大的话，他们也会做内部的调整，所以我们也要求各监所啊要做演练，万一有多少人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分配这隔离的设防啊？那一定要事先做好准备了。那目前为止是很庆幸的，都是还没有确诊的案例发生呐。我也要让他们一直的保持这样的成果了。那应该是说他进来隔离的时候，我们一天大概有几个%是新进来的。跟委员报告，我们目前全国每天进来的被告新收是240位，包括受刑人新收240。因为你可以这样想象啦，你每一天你要他隔离14天嘛，那假设礼拜一进来的住在第一间，礼拜二进来的是住在第二间吗？那我们有这么多个隔离所吗？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如果说我们礼拜一进来跟礼拜五进来的是放在第一间的话，都同一间的话，那他的那个时间隔离的时间到底怎么算？好的。我们在隔离，我们就是按照就是刚刚委员讲的，今天的就是今天的，这样才不会说因为他明天的再来这里，他又这一批人要延后，所以我们其实一直每天都控管很精准的，所以像我们台北看守所，那么最近就
就把我们旧有本来流氓感性的这个区块，我们再重新再整修以后，我们在目前只要新收的，我们隔离就在这一栋来处理。那么其他比较小的单位，它本身也都会有。我们现在总共控管有240几房的一个隔离的一个空间来做这个区块的。来做一个我们新收的一个控管哦，所以所有的寓所你们已经空出了240几个房间来做这个隔离，哎，所以他们运动也是一样，就是只有这一个区块不跟人家其他区块去混杂到，就一晃一晃的，所以这个我们会有做一个严密的控管。所以他们运动的区块也不一样，不一样，都分开，动线都会分开。那吃饭呢？这个吃饭他们是我们会送到他这个房间这里。OK， 哎。那好的，因为现在那个卫福部一直推广的就是除了戴口罩就是要勤洗手嘛，那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吃饭之前本来就有洗手的这个规定。好的，我们在整个在我们分成三部分在做嘛，一个就是先导嘛，教育先导，一个是执行，一个是物资的控管。那教育先导我们在它换前后变后我们要求都要洗手，好，所以这个我们每天出风收风都要量测体温，还有他的洗手，到工厂以后还是一样，啊，都要这个我们都会做卫教，包括我们同仁这个区块，我们都会给他做各方面的先导。OK， 好，谢谢。接下来只是提醒一下，那个假讯息刚刚很多委员有提到嘛，那我们其实应该就是说要杀鸡儆猴了，就是说我们如果有抓到任何假讯息，然后可能会起诉，可能会罚的时候，我想那个卫福部的那个疾管家那个 line 是现在很多国民关注的一个 channel， 所以如果说我们有任何东西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放在疾管家那边就是帮忙宣导，我觉得他现在比很多的媒体都还要有力的传达。啊，谢谢委员的指教。我想我们会跟卫福部啊联系，看他是不是能够辟一个专区啊，让我们来放一些假讯息，让提醒民众。对，因为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其实是可以有一个讯息，就是假讯息专区，他就说 OK， 我们最近听到的假讯息有这一些，那我们已经确定这些是假讯息，请民众注意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可以跟卫福部的疾管家那边合作的。对，然后我好奇的是你们在里面有提到在寓所的制定制度的更新，你们会有新的草案对收容人人权保障以及相关措施的规定，可不可以大概讲一下在这方面我们该怎么提升收容人的人权，你们的征修的草案大概是怎么样？委员提到是监狱行刑法跟羁押法已经这个修法通过了，那它是有6个月的时间来准备施行啊，所以我们也有充分的准备，会以它的执法或是执行的细节啊，都已经在研拟当中了。所以六个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元月15，今年是元月15公布的，7月15大概就要施行。那内容到包括就是，保障我们受刑人的权益啦，譬如他通信我们是要在某一种范围内才可以来检查，还有一些申诉的管道会比以前更多这我想主要的内容都在这个监狱行刑法都有明确的规定。那在有关于一人一床这件事情上有没有？有，我们已经执行了一段时间了，现在大概一人一床的比例可以达到70%。好 ，OK， 谢谢，以上。好，谢谢吴怡丁委员。那我们休息5分钟。